哎，挺好味儿的咸菜。好味儿啊。嗯。你看你这个大麻椒菜，你们这都是弄行。这还是你这里还有一个。得吧，牙丝没有没有你呀、啊。洗净的底牌切成面，烧韭菜冲冷冲冷。切好的韭菜放在盆里，韭菜打成鸡蛋。打成四个鸡蛋，你看这眼儿哈，微整斜眼，放在韭菜里浇匀。这个脑啊，得是得，也给我加油。再炖韭菜，鸡蛋。太猛了，吃点硌了，我被它糊了。鸡蛋定型了，放点盐。定型了，倒上点水。开锅两分钟就好了，成型了，熟了。这块好了哈。盛出来。韭菜鸡蛋这样做，我天天吃不腻。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。